我的公主呀，你能不能少吃点粉条？吃吧，我吃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可好吃啊！哎，羊肉火烧香的呀。羊肉辣椒不吃了，我吃鱼蛋。一会儿你给我学员老太爷带经典动作，看还有没有。别说就吃饭吧啊！回来才出工了，你那多快嘞？没有发现恁脚都有这豹纹衣裳吗？啊，有啊，没穿过。我穿过。我们他很穿，我都没穿过。你这蒜汁馅儿不赖，我跟你说。嗯，好吃啊。就掉几上真事儿了，我弄的错，慢慢的。那孩儿搁家里，跟他爸爸来。哦，搁家看手机的。都干。哎呀，这样坐上看手机都你都别想。你也不管他吃饭。连着搁那冷着呢。弄凉了。嗯，弄凉。吃鱼肉都长了。俺上一桌面去了，这锅太可甜。哎，甜不浓了啥？一冻可有味儿，这嗯，它就是这三冻的可有味儿。我今上午也蒸了两根菠菜，取了点蒜头水儿，也不中皮皮水儿。乖，你撂撂出水子吐在那，我一说乖，你看这到底没他精啊，我不中。冻肉拐溜吧，拐溜溜化了，一溜溜化。盐城那热饭铺的溜不溜？一溜是一碗热水。就是煮那。一碗水，水是水，提分是。俺大说了，俺大说的是呢，就是。灌汤饺子。灌汤包里头是冻肉。啥灌汤？啥灌汤？你包子。咱就不领路，咱到时候做点不就妥了？你会做？我不会啊。我就不会。你奶奶也没见过灌汤啥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一说啥吧。嗯。吃到嘴里有刺水。哎，你要不吃。啊，就是那，就是啊。撒尿，牛肉味儿，吃火锅那人家，吃火锅那人家都给他买的了，撒尿有没有？撒尿牛肉味儿，撒尿牛肉味儿啊，撒尿驴肉味儿，驴撒尿，撒尿牛肉味儿，撒尿牛肉味儿，哎呀，对，撒尿牛肉味儿哈，你那人不敢弄点吃啥？撒尿牛肉味儿，嗯，撒撒撒撒牛肉味儿，不是，撒尿撒撒撒牛尿牛味儿。尿一碗儿的，尿两碗儿啊，尿一盆儿的，撒撒尿一碗儿，尿一碗儿。你这不是，它不是连贯的，知道不是？撒撒撒撒，嗯，尿一碗儿。你不是挠一熬尿？哎呀，可是尿。挠一熬尿，挠一尿，挠一熬尿，挠一熬尿。啊，对对对对。日熬肉，日熬肉，就是还有五安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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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五安丸，啊，对，五安丸，撒尿牛肉丸，撒尿牛肉，啊，对，不能这，对对，撒尿牛肉味，撒尿牛肉味，啊，对了，你看你这拼音先读一遍，然后再说一遍，撒尿牛肉味，嗯，就是跟你这。吃啊，张淑萍是吧？啊，张张张张张张，嗯，十五叔，十五叔，欢迎萍，欢迎萍，欢迎冷静。这可暖和，没里头没里头分儿，那走吧，我喝水。嗯，臭一百的拼音你会不？不会，他都没我讲过，他会知道。吃一吃。就是吃一次呀，吃一次。哦，喝为会，喝为会啊，吃会啥？啊，对对，吃一次，会又会，吃会。吃一次会，吃会。还是识识字吧。现在我跟你说，你说几更半，我都说不成几更半，整天说几更半。嗯。慢慢也说，哎，几成半呢？那都说不成几成半，还是我说的少。你像咱上说那个小时候教育。
那学拼音找几天学？你这一会儿让他光想学坏。我也不知道咋拼音的呀，我会拼音，我这拼音就是。会会会会，要俺会的会，他前面是弄啥的？女的呀，什么口诀你也会？你会不会？我不会。他跟你说过什么口诀吗？谁给我说过呀？我俺那人，恁俩接干活。嗯，你也会弄那个？你也会算？我跟你说什么口诀啊？从一到一，1到2，1-3到3，1-4到4。嗯，我这会。嗯。四十都得死。你从鱼开始。从这母牛这弄我这呢？1-2，2-3，3-3，3-3，1-2-2，1-3-3，一四我刚说一五到五，搞不着的。老记住了，一转转一。啊，对对对对吧？不中，说不成，说不成啊！走着算着，走着算着，不对呀！我走那天拐回来，我来找他来了。那不是我的不了。这有点热呀、啊。嗯，我拉袜子练了。练了练，还不晒着？你哪能穿？又不是不用穿。咱媳妇过来。晒了玉米菜，干玉米菜，该份的谁早就是。这跟万事一样。我家一亲的亲他哥，亲他爷。亲着吗？嗯，比他爷还亲的。喝着老白碗了。哎，不然可老万事会说那这毛都给万事呀。那他爷说的不是，他说你还亲一亲，你亲我还亲的。哎呀。